王翰的妈妈。那王翰其实他看起来很老成，其实他年纪也还不是很老。他是今年高中刚毕业，然后升高一的小孩子。对，在我的心目中，他其实一直是一个小孩。可是今天听过他的整个叙述的过程之中，我发现到其实他的梦想其实蛮让我感动的，因为我其实没有真正听过他讲过一个很完整的或者一个梦想的说法，所以我很感谢那个威老师这样的带领，然后教导他们，让他能够很勇于、很完整的说出了他的一个想法。但还有就是让我发现到，其实其他的所有的学员，他们的梦想其实也很伟大，对，因为其实不管你是从事想要做什么样的工作，或是你有什么样的想法，你很有勇气把它讲出来，这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做法了。对，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，就像刚刚很多妈妈说，我们其实有时候连讲都不敢讲，对，就是只有放在心里。对，所以我真觉得今天所有的学员都很棒。那我看